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南投新闻。一月潭红茶闻名国际，规定要增加红茶附加价值，也有多元的销售通路。茶农石主挂伫溪底地界场皇宫科技大学的协助之下，来成立红茶传习所，并且研发出三种无同风味的特色红茶。这次邀请各界来举办成果发表会，希望提供有意创业的民众全新的红茶文化以及产品甲冲泡技术。日月潭的红茶产业伫地界场公所农会辅导推广之下，市场是愈来愈竞争。这次茶农就自发将产业、农政专家、学术单位来甲结合起来，希望开创无同款的前景。这样的一个合作，我们开发出适当的产品，就是适合餐饮业来使用。那我们一业 TH 一业茶传习所，最主要呢，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传习所，把我们日月潭的红茶文化给传递出去。然后我们也希望就是说，我们除了有产品，然后我们有更好的一个提供更好的附加价值的服务，然后来协助有志青年，他想要创业开茶馆，或者是开精品咖啡店，他都一定要用到。为了要符合民众创业开店的需求，地界场辅导茶农将红茶品质标准化，并且在皇冈科技大学的研发之下，推出无同款风味的红茶。那我们茶开厂鱼池分厂在红茶的这个拼配技术上来讲，那可以提供给厂商做这个基底红茶的一个多元化茶饮的一个开发。那本着我们茶开厂在这方面的一个技术。那也可以跟产官学三方面进行合作。这三种无同款风味的红茶，学术单位结合草莓、四季果啊、红龙果等在地农产，和红茶饮料变化多端。那一号呢？风味净香，最主要呢，它是适合单品来喝哈。那表现的就是多层次丰富的一个味道。那二号呢是适合我们来做冰品，或者是添加一些水果哈。那我们是比较建议就是添加我们在地当地的一个水果。那三号的部分呢，就是我们适合就是调配一些奶茶。那我们的建议食谱里面，我们有很多创新的部分。那也欢迎各位就是到一叶茶传习所来喝茶。溪底乡长特别来参加这次的成果发表会，以期待红茶产业文化在各界努力合作之下。不断的提升，产官学合作三方的这个合作吼，打出成功的第一步，给咱的红茶吼，借着无同款的方式来呈现吼，包括着无同款的做法，搭配着蛋糕，搭配着茶点，搭配着水果吼，和咱的红茶有无同款的展示的方式吼，也非常欢喜来参加这个发表会，啊嘛，祝咱的这个红茶产业吼，会当顺利推广。红茶产业要进步，除了品质优良，嘛爱创新行销。而且提供有意创业的民众一个机会，让大家共创商机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